江北的江北当年中央有项目买单，既然爸爸有爸爸有住了，爸爸有新工了，说没？爸爸一，爸爸一，你刚讲完嘛的？阿刘，爸爸一，你讲了，爸爸一，都在家里，奶奶在家里，都在那个，都在那个没留人，没留户呢，都在那个对象呢，胡大伯，胡大伯有相，胡大伯也特别有相，都在那个相，没好看，没好你改的那么呢，这真的来气。爸爸一直要把你把你收了。哪里的呀？上班时都在那路子里，我前面别的，比如像阿米亚生的，阿米亚讲了，老来来也是来讲我，你讲呢？啥狗当不白相？是，接住接住，接住把你挂嘞，是吧？搬这里，我搬上开上这里，别大了呀，别大西安出来讲，地区也不好了，是吧？别大你啊，那别大你啊，你讲。地高呢，比如说对，没打安年些，那你们现在的年啊，啥个啥老一代的年啊，所以，我多少讲了嘛，当然地高呢，比如来没项目，这类上年我讲了嘛，安年些，也是看，我讲，我哪一家讲的多呢？咱那里来包了的，比如鸡来包了，咱那路不不一不大包，不上比如，咱那浙江东江对，咱那路鸡干梅都捞上来的。然后俺那个高伟阿爷，这点那也便宜些，西江东江路，六万的鸡，六万的鸡油，俺个，爱盘，哎呀你，然后家里今年然后带回五年了吧，哎呀对，六万的鸡，鸡的鸡羊路，然后过年不要，俺们理解吧。然后俺们那那西江东江也都加工嘛不，然后爸妈伊呢，没有那些不带呀公路标准那路，比如那面不包嘛。มูปิดูรู้ยังมาอ๋อมูนี่มาขายยังไม่สวยเองมินูนี่ก็งงงานรู้ปะกันนี่ด้วยจะจูดูเลยงานรู้เนี่ยลายปูบ้างมา